现在大家介绍电动窗帘，电动窗帘现在绿化的时代呢，电动窗帘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选择。那如果窗户很大的时候呢，用电动窗帘，第一个省去你去拉的时间，然后方便性。那电动窗帘它的功能就非常简单，它有兼具远观，然后大方。我们的电动窗帘轨呢，是除了用遥控器以外，也可以用半自动，就是说你手一拉，它也会跟着动，手，就是半自动的方式，就是你也可以用手去拉它，它也就会不需要遥控器。那打开来的时候一样，我们只要拉开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会自动开启，就是电动窗帘。